还有是不是？还有。没了。没了吗？没了。开始倒贴了，好刺激！你是怎啊无线？别让我一下子讲啊！跟着那一堆鸟起飞，没有，太多鸟了，不见了。鸟都被你吓飞了。没有，我都跟他一起飞啊，怎么下？我方圆百里没有鸟敢接近。哇，光芒四射。所以我每次都说，请问日出跟夕阳有什么差别？有啊。夕阳是从比较不会从亮变不见啊。哦。它日出是忽然间。很暗，然后忽然间跳出来。我的意思是，但差不，但只是时间差。那个它上下都有，你站在上面，它已经到下面了。哦，好好玩哦！上下发出光。哇，这里太美了。所以今天的羊那个红豆乳客人嘛，那我们就没得吃。因为大家都很冷，都去吃羊肉乳。那个火锅就客满吧，火锅客满就去吃羊肉乳。火锅是决定客满的，每个礼拜都有。我想说上礼拜才吃热食，没有想要再订。你每周都吃火锅，敢吃奇乐。你都冲到零点以上了。冲到零点以上。最后一颗了。哦，我飞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把我的头拿走了。哈哈哈哈。我整个人飞起来。